据说现在已经快晚上八点，然后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呢，看到几位朋友在打这个活动对战，他们要准备看能不能捕获这一只阿尔宙斯，是第一名才可以吗？前三名就有哦，那还不错啦，那你应该是有机会，我们选看看啦，好不好？青藤蛇啦，青藤蛇来一只，啾啾啾，看起来什么都没有。哎，青藤蛇，你找一堆呀？怎么会是？哎，那我们想草草猪哦，妙妙猪还是草草猪啊？我们的雷卷一战，快一点啊！还要几天啊？还要八天啊，来了啦，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？哦，有了，戴欧卡，好久没有遇见，我好久没有遇见你。不要明明啊，明明好啊，明明好，用一下啦，用一下啦。五星皮也是可以的，反正你拿过来。盖欧卡蛮硬的吧？这是卡布明明，我们的阿罗拉地区的神兽，是神兽吗？算守护神，守护神的阿罗拉地区的卡布明明，他跟日月神一起的。日月神是神兽啊？日月神也是救急异兽呢。好了，我们不管了，反正留观众帮我们解答一下。如果各位听到这边的呢，请在聊天室留言给我们，知道卡布明到底是救急异兽还是普通的神兽。上下左右，下雷御电细冲浪。日月神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盖欧卡刚硬小花硬了一点点，他的金皮啊。哦哟，卡反击，我最喜欢卡布明明的反击，慢慢转就好了。不，你看。这感觉好像很难转，这怎么那么难转？好像怪怪的。对啊，我刚刚那个超顺哎，没有，我以前都这样子。哎，没事哎，你这卡布明明，没什么伤害。你怪我喽你。来了，好了，反正我没有参加救急，我也一直抽不到了。哎，很难按哎。哦。哦呦呦。好 ，Lucky 皮，我们用了一只水箭龟，还有皮卡丘也是第一世代。来，聊天室刷一波，你们喜欢喷火龙还是水箭龟还是妙蛙花？皮卡丘。皮卡丘。哇！十万伏特。有的啦，十的啦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不丢球了。我最近怎么丢？我丢了十几颗精灵球，还是交给电脑好了。对，交给电脑。还是精灵球，还是精灵球，还是精灵球。真的不是我想吃的。没事没事，一个，两个，没了。盖欧卡，心疼手，恶心的，交换机会没有。看起来应该是没人，消毒一下啦。我们这边呢有消毒水，很不错啊，这个地方。辛苦了。有啦，好啦，有，我还要是水的，水水的，你看海草啊，海草，盖欧卡，哇，盖欧卡说他不像，不太想在这里，他想要游到这个屏东的海洋生物馆。好，开始了。我干嘛？喷出来。来，看起来是没有。盖欧卡。一星的，我爱星的。一星的盖欧卡。我爱星的。真真真哦，是哦，两只都水系的，哎，很棒哎，对啊，这个是在桃园的那个生物馆吧？再走过去就有企鹅了，还有水母，没有龙虾吗？你有去海洋生物馆吗？屏东的，还没有，有啦，应该是有啦。哦，我们今日一场就结束了哦，高级犬，两个，哇，交换机会，交换机会。交换机会，哦，马上牵过来，算很快耶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要看你们，不要看你们，不要看。哦，哎，交换很难换呢。干嘛？快点，你拿就好了。又是你，哎，很赞呢，很赞，就哦。我们打一场就结束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今日我们出来打一场，哎，我也蛮省钱的啦。哎呀，我也蛮省钱的。对，都拍片。
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我们从这个玩具一哥呢，然后来到这个旁边的惠民 Seven 了，然后现在里面有一只 Mini Q 来了，有没有 Mini Q？ 没有，拉普拉斯。拉普拉斯。拉普拉斯。啊，没有。来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第二场对战捕获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还在下面。对呀、啊，小赌儿没有，辛苦了。游戏开始，我们现在的第三场，然后有一个妹妹在陪我，对战捕获，有没有 mini Q？ 有没有？差不多了啦，要回家了嘞。哦，我以为要直接跳结束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啦。